老婆啊，哎，我所来有事，妹妹就来去。咩啊？你唔管一步两点钟？哎呀，无病啊，所来只能确实过唔开哈。哦对，过件两日，明天妈生日哦哈。嗯。来来来来，我着工资卡先放了个，你如果无个物件，送去你阿妈哈。哎呀，我再打了只派出所所长，唔好意思。哎咪啊，阿妈今日一个生日，你着来去啊吼。哇，尽量争取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唔知，只等我的母校啊，发生了一宗校园的暴乱案。哦。而且有涉黑的嫌疑，真是上到黑社会的手，竟然冲到校园过来，真是过狂。少黑的啊，恁公安硬好收登起床啊，无论如何也着食六只壳，我就来做哈，食、六只壳。麦克唔好吓，刚关咗。来。在叨位？明花，你是？人我唔得出哦，我念老师啊。哦，念老师，哎呀，跪起跪起，咩老师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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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老师，做咩？时间过得真慢啊，你的妈二十多年就去说过去了。是啊是啊，老师啊，请坐咩？哎呀，时间真是过得慢。我高雄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够成六十多年哇！是啊。对了，老师啊，就历史同学会，我临暗号我行路陪，无便去参加。老师啊，对唔住啊。全班嘅同学拢落单，你这个当班长嘅无够张，下一次硬聊落来发。对对对，该发该发。老师啊，现在身体怎样？唉，做了一辈子嘅教育工作，真实是过黑啊！哦，对了，听到你现在是省的劳动模范，不错哦，这个也是人学校的荣誉嘛。多谢老师你教导有方，万一的，那当时我来生活艰苦，绝对也无免继续读书。谢老师，你替我交了学费，我才有免顺利的读完高中。是啊，当年你到人房来，是命立在猫。如果是搬过来出客，确实是过着听。我有一次，我妈生病去住院，我谢老师，你所以退还垫付了医药费，所以我妈点呾滴水之恩，等用怎相报？哦，老师啊，你这顿长休时间，我请你吃顿饭。就我请你吃饭。我，就我请。哦，对了，明花，你同伊金吉老师昨咪个来送了。啊？这是命家的国话。好花刀，哎，咱来给夸起来，来来来，欸、来小虎，来小虎。老师啊，这个这个，来，好。老师啊，哈，你今日来找我是有啥物事啊？明花，我思想斗争了好久，最后我是决定来找了。老师有什么事你打？遐我就无爱当你做官人，咱就开门见山个打。老师，你坐。你学校发生许个案件，甲我拢有关。你阿侬？你当平时你阿侬？是啊。想不到我教了一辈子个字，居然教出这生育个侬囝。有什么话好好妈妈，做你就落去小盘呢？老师啊，这个案件经过我的调查，不是小盘子简单。娘老话当天是去高级校外的黑市落入来校园个拍伊个同学，这已经是涉黑了啊！涉黑，是有去靠边叫人来修复，是的。就是这些的，那涉黑，一涉就做唔朋友了哇！老师啊，我系明白你嘅意思。不愧是搞公安工作嘅，我今日上门来，就想打好通过那师生之间的关系，你来修复啊，老师改革这个人对，好未？你嘅考入了公安大学，遐个今日也来为老师毕业老清，好未？
是学生不跟人称，而是我的毕业加一点，或者少一点，哪怕是一个不适当的字眼，也会影响我家的判官，有损到法律的尊严。法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请你毕业轻轻的撞一下，先就做不朋友了啊。但是我的职业是不能损失称的，这是硬性法律对我执行难忘的干涉要求，也是这个社会应当遵守的要求，道德底线。应该要互相理解，共同来维护好这个社会事务伦理的法律准则啊！我今日上门来求了，朱小大，让人门开正面，莫能来当作是空拗，好没？老师啊，这不是你做人的风格啊！明花，现在咱这个社会非常形式。人也要来认识一下啊！老师是真心无配法咯，我就求人啊，哈！老师，对不住，我还逼老师的命。老师，我非常中动了，但是这件事，我爱莫能做。因为我是一名警察，警察是啥呢？警察也是人，警察也要吃饭，警察也有七情六欲啊。这是把后悔刀，希望来长长多年的命运。老师啊，你今日送我几百话，意义非常深啊，后悔。出无逆子不见吧。多我几个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。请老师指教。后悔，如果无有你的培育，艺术就变成灰。那么成灰了，艺术来忘记生于育育的泥土，这，他不是忘恩负义吗？老师啊，老二，你做呢？哦，不，不做呢。啊，是较黑，你就去帮咱休息，好姐我叫了，哈，快去。喂。梁师啊，敢是恁叫我甲恁带来吼？哎，你这个狗子定吹吹吹，吹死人了！吹！来哦！啊，你好，你是？哦，哎，我想要请李所长，我姓刘。哦，伊刚好咧休息，有啥物事，你好去收来个单哈。这地间物件，请你收落来。我是我在千里所长给我做主啊，我个囝，我个当作面子啊。哦，你是学生家长。好、哦，你明黄咯，这个我囝硬好外公家处理，只错物件，请你去认去。不，只错物件，你就收落来，你也是无收啊。忠诚于你也无收啊！我你无一定。哎呀，老二，老啊！哎，真的。哎呀，李所长！哎呀！哎呀，王新杰是空地，你就该往做主啊！你是啊，我该好好行，去学校读读书，后生的囝，高干社会。全都进好，唔看目生，学校啊，有法律有无？有公正无？家长，你算哪激动？哈，咱坐落来，坐落。你莫激动，只个我行，往廿号的秉公执法，开恁这个公道，哈。哎呀，所长啊，
我着命苦啊！那是啊，老囝早早就无阿母，我哩着打工啊，因为欠老囝，因为是是是。无啥。喂，志波，命是我。莫事哈，阿嫂子，你有教师，还有背景阿婆吼？这个恁可以到我行判官的时候，去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。哦，哎，你唔知该有袂得罪吼？这就同意上这个情况了。哎呀，阿蛇啊，你是啊，我个好囝，我个。都够高兴就是，只从那么多位同心斗个拯救朋友，唔知是死也是活。所以，现在我都受会得啊，你着该往做主啊！放心放心，这位家长，我硬好秉公执法，害您这个公道噶，哈。嗯，我的对方啊，袂变我方，阿师傅啊，做啥物？你听我答，我们公安机关是负责案件的侦破的，至于判决则是法院的工作，也不是你我答不着罪就不着罪。来来来，我算你听下，戒头三刀，一刀十棍，我该是一万算的。三年二十指，平里谷十五条出，戒卡算刀算作十就好，借卡算作三。我有官商两道，拢从算了别无。就个只，你今日来是来讨公道啊，是来讨钱个？哎，有钱公道有做办好啊！打出什么话？你会懂法个无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件事也是袂得啊，我叫五十万分了。这事跟我出去，老花闪开。有什么事去说那个嘛？我是要叫所长。志聪，袂惊，去两个哈。我有什么事去说那个嘛哈？哎呦，这是什么人老五啊？老五干嘛生气？哎，明花。杨老师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只差个物件唔记得去。哦，哥，哎，老婆。啊？啊，老师他去来物件呢？什么物件啊？老师，等下来左挂个物件来，可是去你叫妈去，别叫出来。咩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每一次人上来来，唔是你定叫我打电话咩去害人啊？我就算啦。你老师，你莫误会。等下老师来物件帮到几个，走还是要无缺哩？哦，等下下家将上来来，我家从物件拢缺转去，而不是向阿老师物件再去走啊，无。哎呀！老师啊，你刚才捡来个是什么物件？啊，也无物件，挂条风，夹两万元。老婆，佮我工资卡个先捡两万元出来还老师。哎呀，钱又唔是恁捡个，何必呢？就是啊，钱个咱都无捡，我恁人倒转着来背人，我勒只所长左右眼呢。老婆啊，物件卡是都人来唔见啊？是啊，钱咱卡就负责啊。话，老师等者，几百位，麦汤，看碰几个最合适。老师，老啊，咩？叫我去，我帮叫下老师。叶老师，老师，所以想你离开我。